猕猴列茶出发了，第一张白骨，左边头前看到的就是白骨哦，但他讲你呢，单单都会讲变了绿色，一路里来从天顶梯，这白骨就会他讲你，其中一呢，其中有个形容哦，他讲你呢，会长大呢，从上忙铁港铁。希望八哥做得保护乡土，保佑大家，不说来到呀，所以记得咯，用最纯净的心向八哥行礼，敬礼。第二张同花福床，第二张是同花福床，传统的客家文化当中，象征的野蛮老风俗的福床。透过台湾族群艺术台词，体面身形上的口述，打破出同化的初心。透过同化的图形，自然的贡献做得同一个山神风鸟的供养点赞，激流供应的流转，结案不是台湾，但工艺变化，呈现出那一种风情呢？怎样行业各程度，充下了体验。同花同样的浪漫。第三张，客家红砖桥。第二张是客家红砖桥。红砖是传统客家建筑，从小就看得到的材料。绿色又经典的神木，是客家对客家建筑传统的记忆。用风转桥带出客家的印象，本台朋友、小朋友就下了感受客家建筑一定当着的风景了。终点，是梦老人就下了头从大米和绿茶，其他老文和开始就小镇欣赏，就下再过一拜。两家讲讲讲给头爷宝娘宝娘